已经成为禾美地方特色的七夕游禾美活动，今年再度吸引各地体美车友热情参与，是一个真有地方传承特色的活动。唔但让车友更熟悉禾美，亲自共同参与，嘛让活动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更有特色甲意义。吃的少要吃的多啊！吃的少要吃的多。假日啊，带小朋友出来玩，对。啊，只有带一个、哦。对啊。他骑这么大牌这样子。对啊。哦，比较安全的、啊。对啊，对啊，对，哦、比较。平时拍轮比较累，还是骑单车比较累？哎，对我来讲都一样。都一样啊。习惯了。啊，所以你也会走完全程呀、啊？用走的。用走的也会全程就对了。有啊，去年也会全程。你嘛要骑专程吗？啊。你嘛要骑专程吗？对啊。啊，这台会忝无？小弟仔，不会吧？没了哦。一二三，你们说跑，我们就跑。哦。一个，来，哎，来过来，过来，来。爸爸在后生，妈妈在早囝。七夕游禾美活动成为禾美地区年度重要的活动，各地体美车友车队拢热情参与，敬请亲自利用假日共同来禾美佚佗。我们感谢我们自行车委员会哦，来办理我们的七夕游禾美。今年是我们狮子天呐、啊、哈、哦，也感谢我们建国狮子会，我们的洪会长以及所有的好朋友。然后今天呢，大家要祝免把民众一起增加了哈、哦。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禾美的一个体育，不论是各位各项的单项，我们自行车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路线，也希望大家注意安全，然后祝福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的好朋友，我们骑出健康，骑出美丽，骑出快乐的人生。结合中华关体美体育运动协会甲中华建国赛组会共同举办这届七夕游禾美李伟王惠美，更是希望活动愈办愈大，吸引更多人以无同的方式投入参与运动。行销禾美嘛，带动运动风潮。一度我们禾美七夕啊，这个活动啊，今天就要开始，而且呢，报名非常热络。再一次的谢谢我们长期以来在自行车方面非常用心的禾美自行车队的努力，我阿想都来鼓励一下哈。那七夕呢，为我们规划非常棒的活动。那特别我们今天呢，狮子会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共享盛举哦。那越做越棒，结合各界的力量，让我们参加自行车的伙伴们有最好的一个福利哦。那我们人活着要活就要动，所以在这边还是期许我们所有的朋友们继续把自行车这么好的一个运动推广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跟你一样保持青春，保持健康的身体。无论是三五车友，或者是亲自做伙佚佗，互相亲过一个健康又搁快乐的假日，唔那熟悉何美，嘛增进情谊。新中华新闻刚带金何美采访报道。